落湾位于中横公路180.4公里上方的河阶地，分为上下台地。下台地的部落湾管理站提供解说咨询服务，多媒体节目放映。并有泰鲁格族工艺展示馆，展出史前石器及泰鲁格族人织布、藤编等精湛的工艺作品。环流丘步道可以俯瞰西畔水坝与泰鲁格峡谷，部落湾燕子口步道则可从部落湾串联至中横公路的燕子口，而上台地则是委外经营的山月村，提供住宿及餐饮服务。竹林步道紧邻山边的原始森林，动植物生态丰富，是生态观察的好地方。此外，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长期在部落湾进行原生植物的复育。台湾百合、双花金丝桃、金花石蒜和台东火刺木都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结果，值得您细细欣赏。